这个有没有那种跑得特别快的车？有啊，日产的 GTR、奥迪的 R8，还有捷豹的 F-Type， 特别多。有没有接地气一点的？也有啊，高尔夫 R、奥迪的 S3，还有奔驰的 AMG A45。再接地气一点有吗？也有啊，比如说凯迪拉克的 ATS-L， 君威的 GS， 两车呢都是20多万，大概0-100公里加速的时间在6秒多一点。如果你不介意新能源车的话，像是国产的比亚迪唐 DM， 0-100的加速成绩在5秒不到。有没有再接地气一点的？你预算到底多少啊？5000啊。我建议你不要买车了，把钱省下来坐高铁吧，轻轻松松达到300公里每小时。轻轻松松达到300公里每小时。